上次我家两只猫比赛画画，很多网友都投了小西米的作品粉色郁金香一票。米米，恭喜你啦！小意思。本以为已经三连败的 Coco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实际上，妈妈再给我次机会嘛。没问题，这就安排。那你们今天就以春天为主题，再 PK 一次吧。没吃饭哪有力气干活？你个小吃货，还不了解你吗？来吧，开饭喽！都吃饱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接着作画吧。下面比赛正式开始，这次 Coco 是否能够真正摆脱千年老二的头衔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吧。两只猫开始专心投入创作，接下来请看作品。小西米这次画了一幅蓝天下的虞美人，而 Coco 也画了一幅洁白无瑕的铃兰。现在投票时间到，你们这次更喜欢谁的作品呢？